明朗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留在你手机里的照片？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所讲的心里话？为什么从那一夜过后，你又对我如此的冷漠？你忘了我们当时有多快活吗？明朗，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快点打电话给我，我在这边等你。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你也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把你自己交给了我，让我时时刻刻能感觉到你的气息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像一位收复失地的国王，比原本拥有更加的快乐。我好想向全世界宣布，你是我的。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，哪怕只做你身后的女人。为了你，我愿意这样卑微的爱下去。哦。 百合，清风想你了，下来陪他吧。来，小心。百合，百合，你去哪儿啊？出什么事了？百合。 百合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会有这些东西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不知道，那还有谁知道？江百合，小兰可吵架了。宁夏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些东西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自己做过的事情，怎么反过来要问我？我做什么了？ 你说呀，我做了什么？宁夏，你何苦要这样做呢？我生明朗的气，不是因为怀疑明朗，而是我觉得是他给你制造了痴心妄想的机会。江百合，我今天是来报喜的，我不想跟你争论。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，我也不想藏着掖着。 明朗，我有了你的孩子，你就要当爸爸了。宁夏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如果你执意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随便你，这跟我无关。百合，我们回去。明朗，放手。明朗，你什么意思？放手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放不放手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放手！肚子，宁夏，百合，别理他，装的。我的肚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肚子，你让你快开车送宁夏去医院啊！百合，你快去啊！宁夏，宁夏。 再做个血常规，先去交费吧。医生，我去吧。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一切正常。你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性子不要这么急啊。记住，怀孕初期的一举一动你都得格外小心，像这种摔倒的事情，以后必须。 是要避免的，啊。好的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嗯。哦，对了。
刚才交费的那位就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才知道他当爸爸了，也不知道他是一时接受不了啊，还是太过于高兴。医生，医生，她真的怀孕了吗？这还有假呀？对了，大夫，我的那个男朋友是第一次来陪我看病，太开心了，以后我们会多注意的。这个时期非常的关键，一定要多注意啊。谢谢。结婚，百合跟明朗结婚了，恭喜啊！我恭喜你们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带着我的孩子来恭喜你们。明朗，这么晚还来干嘛？你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短信，你不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宁夏，你还嫌害我不够吗？我麻烦你，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？你这个不负责任的坏男人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想要了是吗？你不要以为一个谎言说一千次就会有人相信的。我真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陷害我。我害你？是你把我毁了。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发生关系？为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发生关系了？我你自己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你看一下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你是有个孩子，但这个孩子不是我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向你求救，你来到我家，你抱我，吻我，难道你都不想承认了吗？够了！你还把手机落在了我家，你忘了吗？我把手机落在你家，不代表我对你做了什么。我清清白白的身子没有第二个男人碰过，李明朗，你可以不承认，但这都是事实。我怀孕了，我怀了我们的孩子。够了，不要胡说了。宁夏，别乱来。你不是不要这个孩子吗？你就让我毁了他！放手！你让我去死！放手！你让我放手啊！你让我去死！放手！放手！疯了吧你！